又翻到嚟走鬼讲故嘅时间啦，今日继续同大家讲故事，今日讲一个唐代嘅佛教故事。话说唐代嘅开元年间，因为要避免啲坏人混入啲僧侣度，于是乎行咗盗牒制度，或者住持证明制度。如果你冇呢个咧，系唔可以住喺寺院度嘅。咁啊冇办法喎，道道有。咁话说有一个叫法朗呢、这个法号嘅僧人咧。就想入代州，因为个代州執行得好严格。咁佢带咗几十日干粮咧，就谂住避入深山度嘅。咁啊，于是乎佢就真系避入深山。咁喺呢个深山代州嘅深山度咧，佢发现一个山窿。佢唔怕地就行咗入去啦。行咗入去，有趣嘅系呢个山窿别有洞天，因为越行越宽阔，宽阔到佢望上上面天空会有，仲要月亮同星星特别。光亮添，佢好奇怪，但佢又够斗胆继续向前行。行咗两里路左右，就见到前面有间茅屋。佢又好鼓起勇气，其实都唔鼓起勇气，真系好大胆，就去睇下入面有啲咩人，就发觉系一大扎女人嚟嘅。于是乎，佢直接问人哋：呢度系边度？直接问你哋系咪人添？问到咁样，咁呢扎女人呢调翻转系好惊佢嘅，因为佢哋未见过男人系光头嘅。于是乎直接问呢个僧人：你系点解光头嘅咧？咁个僧人就话：我系修佛法嘅，所以要剃光所有烦恼丝，所以就唔光头啦。咁呢个女人再问：佛教系咩嚟嘅咧？咁呢个僧人咧就用咗好简略嘅方法咧解释咗一大轮俾啲女人知，跟住啲女人就话。哦，你讲嘅嘢都好有道理，咁我终于知咩叫佛教啦。调翻转，我真人就觉得好奇怪，点解你哋唔识佛教嘅咧？于是乎就问佢哋：点解会住喺呢个山窿度咧？咁呢个女人咧好神奇，就讲咗以下呢啲对白啦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我哋系秦国人，系跟随呢个蒙恬大人咧去修建长城。Well， 但系因为。为什么是我们女人去修建呢？因为所有男人都捉晒去打仗当兵了，奴役的事就变成我们女人去做，而我们就顶不顺，于是乎就逃走了，走走下就来到这个山窿里面，匿在这里以草根为食，一路食一路食，就不知道外面人间何世。因为我们真的很怕秦代的法律，律法太恐怖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敢出去啊。咁个僧人就话：哦，咁样啊！跟住继续同佢讲道理喎。之后唔知点解，有趣嘅系咧，啲僧人食咗啲女人俾佢啲草根咧，又想试下佢哋食咩？哇，仲难食过佢啲干粮。于是乎，嗰啲僧人咧，呢、这个法朗咧，就净系食自己啲干粮，顶咗几十日之后，都系顶唔顺，就出咗去山窿，就同佢哋讲：我哋要哦，之后会再翻嚟噶，不过我要出去搵粮食啊。于是乎就出咗去。啊，咁佢揾完粮食，谂住再翻呢个山窿时候咧，就揾唔到啦。咁究竟呢个山窿系咪存在咧？呢扎女人系仲生存定系？真系唔知啦。好，咁啊，讲完佛教嘅故事咧，咁啊违反啲佛教少做嘅嘢，就系咩咧？梗系饮酒啦。咁啊，试翻观众咧喺中秋节嘅时候送俾我嘅一支酒，送俾我嘅一支酒。咁啊，多谢观众。啊！多谢观众。嗱，我今次咧就系、是、真系盲饮嘅，我而家到而家都仲未知佢呢支系咩威士忌。嗱，壳封都未开啊，真系错事啦。好，而家开封先，开封，开封。啊，唔知系咩威士忌咧？睇色泽咧，又似波本嘅，即系唔系 Sherry Cask 嗰边嘅。咁啊，打开个樽闻下先。喂、哎。是威士忌，一定是威士忌啦呢支，但是咩威士忌呢？好淡喎、啊、个纹针、啊，可能我摆嗰个位置摆得唔好。好啦，倒啲试下啦，倒啲试下最实际。好，哇，好清脆嘅声音。有啲青草味，
哇，佢个度数唔低喎，佢个刺激感好强喎。系咯，但系佢感觉到个入桶年份唔高，因为佢嗰个新酒嗰种刺激感好强，花香味系有嘅，但系唔似 Sherry Cask 啲果干香，唔似。闻呢喇味我未闻到，即系其实佢应该。唔是美国波本威士忌喎，饮啖试试。年份低嘅，肯定唔是高年份嘢，因为新酒嘅刺激咁好强。嗯，似 Highland 嗰边啲嘢喎，但一定唔系 Island， 因为冇乜 peat 味，系嘛？我开咗去睇下咩嚟啦。哎，开馆啦！哇，好靓啊，酒标，猫仔啊，好靓！哇，佢个限定桶嚟喎。唔系咁多啫喎，但系我估中咗，系波本桶喎。嗱，呢个 brand 咧，我啱啱开咗之后睇翻咧，真系太靓嘅，同埋年份唔高，系14年。嗱，我真系盲盒开都估到啲啊，啊，好彩冇俾人考得太过分。但你话好准系咩 brand， 我真系唔得。我未去到啲好专业嗰啲专业人士啊，但系好彩啲基本功仲喺度。好啦，呢杯呢支嘢真系嗱，我而家饮咗啲咧，你话好易入口有味道嘅，但你话好坑咁样咧，辣口得好紧要。即系我头先虽然话系新酒嗰只辣，但系都舒服嘅。你话好辣又未至于，咁就多谢观众啊！几好玩，几好玩呢只咁啊玩物，嗱多谢你，多谢你，睇下其他观众有冇兴趣俾我继续咁样玩。好啦，饮埋就完啦，今日哇，睇埋个度数，我漏咗，哇，真系高度数嘅，我系冇错嘅。60几芝麻夹，完好翻到嚟第二节嘅百鬼夜人啦。上一节就教大家唔好点样修行啦，即系教人点修。然之后一翻嚟咧就杀到人亡走，第五届就叫大家饮酒啦。好耐冇见过呢个环节啦，系啊，好耐冇见过。但我系好好好玩嘅，我觉得多谢观众送支酒俾我。因为咧，应该以我所知咧，问翻台长咧，系应该佢包桶嘅。吓，咩叫包桶啊？包桶咧，即系其实嗰啲酒厂咧，佢一个木桶噶嘛。咁未出厂之前咧。咁有啲公司咧係可以俾你啲其他街外人咧私人成個桶買走咗佢，嗰間自己公司出嘅。咁呢個應該係聽眾嗰間公司就出咗嘅。哦，即係佢買咗一個桶。係啦，我就叫包桶，所以我話限量點解咧？因為嗰個桶淨係出到200几支。嚇！200几支都好多噶啦。其實算多噶啦。所以頭先就有個號碼，你係130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咁樣咯。咁就真係要多謝呢位聽眾。係啊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啲限量版。係啊。飲品。我冇諗，唔係我最尾頭先見到咧。大家会见到我突然想完不到的，我饮得太大啖卡了，因为个度数真的很高，64几真系，所以我估嗰下系真系觉得佢高度数的，我只是觉得佢高过50啫，我心里边嗰句我冇讲出口嘅，但系我最尾再睇翻系60几，我觉得咦，佢多10% 就系火酒咯。我喝的什麼東西，但 他其實就不像去到60的，我覺得50多咯，
啊、但去到六十零我真的冇想过啦。我想 我以我过往饮你啱啱饮嗰份量，我已经够断片噶啦。咁快？我有啊。咁我断片，头先我咁样饮，咁嗰一索仔啫嘛，我够噶啦。我冇啊，我寻日咁样饮一饮，我继续食饭同食生果。测试下啦。好，我带埋过嚟测试下，睇下边个死先。我死硬噶，死硬啊！系啊，梗系俾啲观众。嗰日好多，唔系因为今朝大香港阿法子。在跟 Chat Room 聊天的时候，即是未不留底时段，下个礼拜应该很多劲酒，这么癫，有些茅台啊，加皮啊，是啊，五粮液啊，咦，我对于孖正三正，我对于国内那些会绝对戒绝了的，所以应该不关我事。茅台我觉得你值得一试，不得，有豉油味那些我搞不定，不会的，没有豉油味的，没味的，无色无味无臭，然后一道暖气上来，是的， OK OK， 因为我试过那个五粮液真的搞不定，那些辣酒来的，那些豉油味来的，是的，它不是，总之茅台不是的，茅台是无色无味，茅台真的一喝就觉得哇好喝的，好饮，呢、這个酒好饮喎，系嘛？其实如果以我对比，我哋变咗酒精噶咯，继续少少啦。对我对比酒界噶嘛，佢系似佢系似伏加嗰啲嘅，哦，即系饮落系冇味嘅，但系佢就会喺胃嗰度一道暖流上嚟。伏加咧就都系可能个落到嗰位冇。咁到咯，就佢伏架可能又辣，相對又辣少少，會感覺食道都有赤熱嘅。唔係，你飲嗰個係未夠靚嘅伏架。哦，係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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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當靚啲嘅時候就係嗰度暖氣咁。係啦，冇錯。啊，因為其實咁真係可能好似啦。係啦，係似嘅。因為其他嗰啲你威士忌啊、白蘭地啊，其他嗰啲係有喺口已經有啲 stage 嘅嘢噶嘛。有人識啊 ，cast drink 係啊，冇錯，要加水。我因為我做錄嗰個環節，我冇加水，因為我要盲飲試下係咩嚟嘛，估下。如果下次其他觀眾有興趣俾我咁樣試下，估唔估到咧？你可以再請我飲嘅。我覺得好好玩嘅。今日搣開就係火酒。係啊，跟住我就死咗啦。可想而知，其實 chat room 都好多識貨嘅。冇錯，冇錯。咁一於係咁話啦，台慶嚟嘅時候，大家傾酒經啦，你係啦，我係酒鬼，中意傾咩就傾咩。係啦，非常之好。咁跟住。终于来了整晚最重要的东西了，最重要的是就是人家等了很久了，这个鬼故节目终于有鬼故我刚才那个走鬼光顾是有鬼家，是的，不过犯界主要都是讲了之酒我要讲故事先的，是怎样你说什么今天我来先啦，这个都是之前讲过的，讲过一些跟，是不是叫跟进？哦，故事跟进，是他第二个故事啦，不是叫跟进，不过就短一点啦。第二个故事来的，之前讲过是不是在湾仔有间连锁快餐店的经理？书展之前讲的，好像是书展期间讲，我不记得了。书展是几好像书展前后，因为刚刚拉起书展嘛，是湾仔那些。是啦，跟住咁，其实那个经理呢就上次就话，去调咗铺啦，咁都喺附近嘅，咁啊去调咗铺之后呢，去到嗰边又有，即系间间 M 记都有嘅，咦？唔知啊，唔知系咪间间 M 嘅，定系根据佢，系咯，定系根据佢，跟住佢真系唔知，系啦，咁啊。上次讲我电脑城喺个厕所嗰度，有个人企喺度，排队去厕所。系咯系咯系咯，应该好似系老女人啊。冇去就有女人啫，系排队去厕所咁样，同埋佢都见唔到个样嘅，模糊咁样嘅，觉得佢女人。系啦，佢咪佢话好清晰嘅，即系虽然。佢係一個影，但係個影好清晰，係咩長頭髮扎緊咁樣嗰啲。佢見唔到個樣咁解。係啦，咁今次佢就
佢就調咗去第二度啦。咁啊，頭先其實我唔想講麥當勞，你我都冇講啊。哦，你講我講 M 啫嘛 ，M 有第二間㗎。係啊，係我講啊。係啊，有嗱，你而家開咗未？係啦，因為哎呀，我嘟你嘅喎。系咪？咁咧，点解咁望咧？因为咧，佢咧就有一晚咧，我咪要讲翻嗰句噶。以上节目内容为系纯粹虚构，纯粹虚构，有雷同实属巧合，与本台立场无关嘅。所有嗰啲包底嗰啲讲紧晒，即系呢个呢只又冇持有呢只股票啦。系点解咁讲咧？点解？因为有一次咧，佢就收工咧，就同啲同事。留低喺铺头玩啦，即系可以咁咩？原来即系倾下偈啫。哦，已经冇咗，因为而家唔系廿四，如果有廿四就冇得留低啦，系嘛？有阵时都可以，即系就算廿四铺都有收铺噶嘛，都总会有一日收铺咁样嘅。咁啊，有一晚就留低咗啦。咁啊，即系倾下偈啊，饮下酒啊，做七叔平时做嗰啲嘢啊。哦，擂台兄，所以唔同得。擂台兄，擂台兄，你咁样讲就算人哋清算噶。你好危险啊！系咯，系啊，要揾下边间铺有收铺嘅先走去突击啲。系啊，不过作嘅啫，啲故仔系啦。咁啊，够讲嘅，系够讲系啊。咁阿强咧，佢就嗰晚就同幾個同事啦，四個同事啦，跟住咁啊傾傾下偈，就突然間又講鬼故，係啊，唔知點解講鬼故，但係就係可能都係分享翻佢喺之前間鋪嗰啲嘢啦。嚇，又講翻之前嗰間先，係啊，都係講下啲嘢，之後睇下對方有冇呢間又有冇啲嘢講翻嘅。咁啊講完之後咧，咁啊大家去廁所，即係其實準備走噶啦，嗰晚咁啊，大家去廁所得翻佢自己喺度咁樣啦。跟住佢就無神神聽到有間房入邊啦，即係佢平時可能佢哋就坐咗喺廚房咁樣嚟當，咁啊突然間聽到間房啊有啲人，即當一個雜物房咁。雜物房係啦，咁有啲人聲啦，咁啊，跟住佢諗咧，唔係仲有人未走咩咁？唔係。即是他们一起走的打算，但是不是去了厕所吗？是的，即是意思厕所难道还有人未走？是的，那不是去了厕所吗？跟着他听到那里有些声，那他都开始想着，是不是又是那些东西，不要出来吓我啦，今晚那么多人，不要去，即是他经常都见到的嘛。是的，因为他是敏感体质那些人来的。系咯，佢成日都有啲經驗嘅咁樣，佢驚啦咁樣，咁啊佢驚冇諗啦，咁啊即刻去埋廁所啦，係啊，咁啊去埋廁所揾翻啲朋友，咁啊廁所冇人，果然冇錯，其他人都喺廁所，係啦，但係就唔知點解嗰間房有啲聲，係啦，咁又更加確認到啦，係啦，咁啊所以就就即刻走啦，嗱嗱声走啦，咁啊冇理啦，总之就系有啲人声喺嗰度出现咗。咁咧，咁啊第二次啦，第二次又即系隔几日，即系隔咗一个礼拜，系啊，佢好多噶，好多多不胜数咁样。即系佢而家去到嗰个新嗰个地方已经系咁啦。系啊系啊，咁但系咁嗰晚可能佢又有啲草本成分，唔知关唔关事啦。又饮酒咧？你话佢系学法师话斋鬼嚟啫，冇事。系啊，咁啊，另外一次啦，有一晚咧，咁佢自己收铺，即系自己一个人收铺啦。咁啊，佢要埋数噶嘛。系。咁啊，埋埋下数，即系月系啦，你当月尾埋数，埋埋下数咁啊，揾来揾去，点解唔见咗一份文件嘅咁样啦？即系零零舍舍唔见咗个 file， 跟住可能，明明头先可能早两个钟之前仲话，A 经理交低俾我，摆低咗夹万嘅，咁但系到佢收铺，到佢真系要整理翻好嘅时候咧，就冇揾，极都揾唔到，揾咗差唔多廿分钟，周围揾晒都冇，跟住咧。咁啊，周圍揾曬都冇，咁啊，唔知點啦，咁啊又走去食下煙啊，咁樣 hea 下先啦，唔知揾咗好耐，跟住突然間就又係嗰間房，又係嗰間房咧。嗰間係咩房嚟嘅？即係士多房嚟嘅，即係真係擺啲雜物房，即係擺雜物房。跟住又係嗰間房就突然間有啲嘢跌落地，係啊，有啲嘢跌落地嘅聲，
咁啊，咁啊，得佢一個啫嘛。咁啊，咁佢走去望下啦，即係好都好清楚聽到啲跌嘢聲咁樣，即係望下。咁啊，就係嗰個 file。唔係咁啊，有啲杯啊咁樣跌咗落地啦。咁但係咧，執翻之後咧，個 file 就擺咗喺個架上邊。啊，係啦。咁但係嗰個位佢頭先有揾過嘅。吓，嗰、那个位佢头先有揾过嘅，冇啦，应该我有问过佢嘅，咁但系佢都话自己咩都揾过晒嘅，咁但系即系有揾过嗰个位啦。唔知佢有冇啦，佢又话自己揾过晒啦，咁但系一个咁重要嘅文件，即系月尾结束嗰啲文件，你唔会摆喺个杂房嗰度啊？咁唔知边个整蛊佢啦？呢、這个就真系唔知咩事嘅，但系。跌一跌落地啊，好似好提示佢，系咯，唔知系咪喺度啊？究竟系咪有人帮佢咧？咁样，究竟系帮佢？系啊，系咪有人帮佢话俾你听？喂，喺度啊！咁啊，傻仔，你搵唔到嘅。系啦，跟住咁啊，依个又一个唔知系唔系啦。虽然佢自己见得多，就觉得肯定系啦。因为同一间，咦，同一间房发生过啲嘢。系啦，咁啊，都唔知系咪咁样。跟住咁啊，又有一次咯。哇，咁同一个地方嚟噶？铺头咯，就系嗰个咯，即系总之个新嗰个地方已经有一系啦炸嘢发生。咁啊，有一次去咧就咁嗰啲连锁店咧，嗰啲雪柜咧，佢哋叫雪房同埋雪柜，即系成个人入得去嗰啲啊嘛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佢就要入去雪房点数咯，但系其实点好少嘢啫。咁啊，所以佢又惊冻，佢懒。咁就淨係打開道門，攝半個人入去，攞隻手撩下撩下咁樣數下啲嘢就算啦。總之嗰啲箱就數嗰啲，即係半個人喺出邊。係，總之就係攝隻手入去攞嘢咁樣啦，好似係一個咁嘅狀況。咁啊，又係得佢一個嘅嗰晚。點解成日都得佢一個？咁佢收尾噶嘛，係啊收尾咁樣，啲人走曬咁佢做埋啲手尾先走咁樣啦。跟住佢就攝隻手入去啦。咁咧数嘢嘅时候咧，咁啊突然间道门咧就打开咗，吓系啊，即系推开咗，佢就推开，佢就拉开道门，系咯，嗰度就伸只手入去，系啦，跟住咧道门夹嘅力噶嘛，系啊，道门就夹住啊嘛，咁啊突然间道门咧就松开，就有人帮佢喺后边拉开，帮佢开门，定系喺出入边推出嚟咧？唔系入边嘅，唔系入边嘅，系啊，就系总之个感觉就系，即系佢嘅感觉系后边有人帮佢开门，就唔好夹住啦，唔使咁辛苦啊。累积嗰个感觉系咁样嘅，咁啊，咁佢就佢嘅感觉就系有啲嘢，佢就哇屌啊，跟住就咩都唔做走咗啦。因为理解到嘅，因为嗰啲门咧通常系佢有个自动闩嘅。嗰啲教啦，應該係都有少少嘅，但係係咯，嗰個教係閂咯，係咯，但係佢開咗道門啊嘛，我意思佢係一路會夾住你噶嘛，其實係啊係啊，因為佢要閂埋啊嘛，而佢開係要有啲力噶嘛，其實係啊係，佢就話 feel 到後邊有人幫佢開門啦咁樣，跟住都幾好人喎，係啊係，係咯，係你咁辛苦，跟住咁佢就。屌完之后啦，就走啦，跟住佢就听到个雪房入边有女人嘅笑声，嘻嘻咁样，系啦，佢就话好肯定系听到有笑声，好啦，系啦，跟住咁就都系啦，都系几次嘅。喂，佢仲够胆留到最尾嘅咁样，咁冇办法噶，翻工都要啦，系啊，跟住咁佢就努力啦，即系一听到啲就即刻执嘢走啦，跑走啦，咁样跑到出去，咁啊跑到出去大堂咧就，咦有个人坐咗喺度嘅，有个黑色衫嘅女人坐咗喺度嘅，即系同一晚，同一晚即系开完雪柜门，系啦，执嘢走，执嘢走，就有个女人坐咗喺度，佢就更加嗰度清咗场噶啦嘛。佢執嘢仲清曬場，清咗場，咁但係佢就唔使落閘嘅，佢嗰度，因為都仲有機會走入嚟，因為商場鋪唔使落閘嘅，即係外邊都可以有人坐嘅，咁但係正常商場就一定冇曬人㗎啦，就算有都可能保安啦，都唔會喺度嘅，即係冇物難民嘅日子啦，係啊係啊，咁啊見到啲咩嘢就
教跑得仲快，咁佢就咩都冇嚟。好啦，恐怖啊！不过佢健开，唔系先，佢最屘见到个女人坐喺度，系见佢背面定系正面咧？佢话见到側面咯，佢就坐喺度，咁但系就冇睇得咁，冇形容得好仔细啦，净系话黑色衫嘅女人，跟住就跑走咗啦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啊呢个就系佢多谢都唔讲声，帮你拉门，系帮你拉门又唔讲，唔该冇礼貌，系啊，系坐喺度等你咯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其实我都话，诶，其实佢好人啦，系咯，成日帮你，系咯，又帮你搵 file。又幫費事俾你俾到門夾住，係啊！即係你見你咁辛苦，咪幫佢開門。係咯，係啊，幾好啊，幾好啊。係啊，但係係邊個區嘅？嚇！唉，唔好講啦，頭先又其實已經講咗講到邊間。係啊，有七叔活動咁啊，唔好講。一陣有啲麥叔叔嘅高層有聽咁樣死啊！我哋呢個節目可能好多人聽㗎，係啊，好多人聽啊，係啊，仲要高層啊，係啊。点知又遇着 M 记嘅高层，系啊，开头一次，系啊，唔系因为其实上次透露咗书展附近啊，系啦，系啊，跟住其实都好清晰噶啦。如果你哋系麦当劳高层嘅话，你可以系自己研究下啦。边啲时候边啲人入嚟啊？哇！起底而家喺度督灰，仲衰过嗰个女人。所以呢个故事系作嘅，一定系作。所以你哋都唔好查啦，嘥鸠气。系啊，哇！其实是 K 字头嗰间嚟嘅 ，K 字头嗰间，有个胡须白色胡须嘅阿伯嘅，系啊，系啦，会哈迪斯啊，唔系 KFC 哈迪斯啊，系咩？再耐啲，再耐啲系，系神嘅老鼠嗰啲啊，出奇老鼠嗰啲，有咩有出奇老鼠？有好耐之前有出奇，即系未出世食披萨嘅，定系咩啊？定系有个红头发嘅女人嗰间？W 字头系啊 ，Wendy 系啦，会唔会嗰间咧？其实唔知啦，执咗。即系而家讲紧嗰系几十年前发生嘅事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好厉害厉害，有个咁帮忙嘅女人都唔讲多谢，系冇礼貌。好啦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。多谢大家收听收睇，感谢大家送酒俾我。啊、大家可以继续送嘅，好啦，咁啊有咩就今个礼拜就咁多先啦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讲，拜拜，拜拜。